深蹲双手上举，双脚站立，位置要比肩膀稍微宽一点，膝盖脚尖朝向正前方。深蹲时躯干打直，双手呈现90度在肩膀两侧。站立时双手上举，手臂贴近耳朵。弓箭步抬膝，双脚与肩同宽，单脚后踩一大步，前脚小腿垂直于地板，后脚脚跟离开地板，后脚膝盖弯曲时躯干打直，抬膝时稳定身体。弓箭步出拳抬腿，双脚与肩同宽，单脚后踩一大步，前脚小腿垂直于地板，后脚脚跟离开地板，后脚膝盖弯曲时躯干打直，抬腿时稳定身体，对称手相应出拳，另外一只手放在腰部。弓箭步深蹲夹胸，双脚与肩同宽，单脚后踩一大步，前脚小腿垂直于地板，后脚脚跟离开地板，双手在身体两侧弯曲成90度，注意哦，这时候手肘要与肩膀同高，后脚膝盖弯曲时躯干打直，双手水平线向前内收。弓箭步倾斜夹背，双脚与肩同宽，单脚后踩一大步，前脚小腿垂直于地板，后脚脚跟离开地板，身体向前倾斜45度，双手向前延伸放在耳朵两侧，稳定好下半身之后，双手沿着身体向下，并且做到肩胛骨内收。侧弓箭步伸展，双脚尽量站宽，膝盖脚尖朝向正前方，单脚膝盖弯曲时双手放在膝盖上方，换边时背部尽可能的打平，重心压低。怎么样啊，有没有感觉到你的身体已经慢慢的热起来了呢？要瘦就要动，快来跟我们天下女人星座我要瘦减肥操，保证让你天天都有窈窕的好身材还有好心情哦， GO!